大扫除，准备迎接华人农历新年，但中风的长者方玉玲却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的袋子在做了，我的手全部都断了，脚是没有那个力啊，站不稳了，不可以了，肚子很美呀，翻了几十秒，没有，真辛苦子了。提出长者行动不便，辞去马六甲职工协助居家打扫，还有新春布置。我们能够来协助一些清理哈，基本清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新春的布置，让大家这些比较独居或者是这些老长者能够过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新年哈。我只是想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我常常都记在脑里面，不管他是老啊，他是小啊，他大啊，我就是要帮他。我们过年来的时候，你给他们一个拥抱就可以了，一个拥抱。对，爱心行动令长者感动，要以红包回馈，但志工付出无所求，和他欢喜迎新年。每次来都看你笑容满面的 ，OK。我已经笑容了，我看到你们，我很开心的、我爱你们。在新闻吕佳佳周一集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